日本海胆，不是加拿大的海胆。这要配饭一起吃，这要配饭一起吃。直接吃啊，直接整口放进去啊。马上放到嘴巴就化开了。有没有甜甜的感觉？先吃原味啦，不需要玩食材啦。没有玩。好吃啊！甜吗？怎么样？那味道很奇怪。好吃。真的没有享福的命啊，我带两位来吃哦，不敢吃。我教各位怎么吃海胆，就像没有没有。先加一点点的酱油，然后酱油吸附下去，最棒的就是这个蒸蛋。那这个叶子是紫苏梅，可以吃。说被掏了什么？掏了什么？哇！我都闻到海胆的味道，好棒！啊！太咸了，真的是幸福的感觉，不会咸，整个是甜味，怎么会苦？哎，芥末要加进去吗？芥末要拉进去吗？芥末。看来两位只有吃卤肉饭的命。来哈，这个就是牛奶配，看一下我的手。大海的精华在那里，不烫，是鲜，是鲜，是鲜。再配美酒更好。然后刚刚的这个海胆被我吃完了，然后还有这个松板猪。好的，差不多吃了一小块，你看蛋很软嫩，有没有？哇塞！等一下，等下面吃那个鳗鱼。鳗鱼还有照烧酱，哇，整条鳗鱼好棒！好吃吗？很饱，吃到松叶蟹就很新鲜。有没有从来不吃海鲜的吃到了吗？从此会吃海鲜的啦。对啊，今天这餐吃了大概6000多块啊，啊，开心了啊、哦！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。